没人呢。青山，你一个人吃饭？刷卡，刷卡。青山，你今天怎么一个人呀？陈启南他们呢？他们有事儿。袁姐，你疯了吗？你刷三次饭干嘛？你别在这食堂游魂了好不好？要不要我给你买点银杏叶片补补脑啊？我找到位置了，先过去了。啊，阿姨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跟我袁姐？张梦洁、秦深，你们也在这儿吃饭？好巧啊，一起吃吧。秦深，你平时都是在食堂吃饭的？不在食堂吃饭，能在街上吃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会不会去商业街之类的吃？秦深，你是不是宣州人啊？我同学了这么久了，哪人都不是。你叫秦深吗？嗯，我可不叫这么伟大的名字。是不是该公开了？确定要让我这么被人觊觎下去吗？欣欣，我还有点急事儿，先走了。嗯，还没吃饱呢。你不是要减肥吗？走了。哦，你慢慢吃啊，我先走了。你这气也太大了，我都怀疑要不是我们回来的早，被搞下来的就是那个女生的头。咔嚓，我没注意。你说你就算吃飞醋到处发泄，也拜托你放过这些无辜的物件好吗？咦，不对呀，以前不是老反驳我们说你绝对不会看上秦深的吗？怎么转眼之间就拜倒在人家的牛仔裤下呢？我可什么都没做，也没吃醋。嗯，打三次饭是因为你饿，坐他们那桌是因为没有位子了。你帮他回答问题是因为你是他的女秘书。喂。妈，啊，我回宿舍了，吃完饭回宿舍休息。嗯，今天上课挺开心的，你放心吧。旁边有人。嗯，我知道，你们也照顾好自己啊。你要是再不给我名分，我可不敢保证我能忍多久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那我回头再打给你们啊。你现在怎么跟个怨妇似的？够了啊！挂了啊，拜拜。要是一直不能有名分的话，我就一直怨妇下去。好好好，还有一阵子才放假呢，放假我一定回家。周末看电影。不去的话，我就告诉沈启南。沈启南，咋了？好好好，去。过年一定去大理寺拜年。哼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去吧。
我先去洗个澡啊。